想你想念了想忘了，你温柔亲吻，我不想你想念了不留恋，你给的残忍怎么是我的崩坏，你的天真攻击我愚蠢，还行把我你给变成爱不够成熟的。节目日今晚照样开 party 哈，妈妈她很担心，要你们早点回去，你会早点回去，吃完早点再回去。都是今天我关心，其实色彩只有怪你。暧昧时常在意啊，心动心的伤心，先认先认你啊，是伤不是流星，是伤是错自己吗，我心我素我呼吸，我今天那不行，
我抱一下好吗？好吗？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八三幺。今天是花莲夏练的最后一天，你们好吗？我觉得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演出，以这样子的尖叫声来说，太不像花莲了，好吗？这就是花莲最大声的尖叫声吗？这就是花莲最大声的尖叫声吗？很好，八三幺非常非常开心，我们终于再一次来到了花莲夏练嘉年华。我们来了非常非常多年，每次都可以看到台下满满的各位，非常非常的开心。谢谢花莲。八三幺今年的8月20号、21号又要再一次登上台北小巨蛋。哎，有没有人会一起去的？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玩，好吗？保持健康，然后一起来玩。八三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我们的全新的专辑《颠倒世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这张专辑的抒情主打，送给花莲的朋友们。会唱话把声音借给我们，这首歌叫做《我不想你想你了》。也不再炙热火。
我不想你想你了，也明白自私是必须的，那些生命的破折改写了我剧本人生，开心把我一夜变成自己都讨厌的大人，我再没有你的余生，接下来呢，哦好热，台下各位有没有很热吗？我们从下午来彩排的时候就想说，哇好久不见花莲的盛夏与太阳了。今天有没有连续一个礼拜都来的朋友？有吗？有吗？有没有今天专程来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呢，那我想问一下现场有没有是还是学生的同学们？有吗？有吗？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非常适合送给还是学生的同学们，这首歌送给你们，这首歌叫做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 Come on。为什么人是要活得那么累？该怎么讨好每个人没张嘴？答案在和流言定义了我是谁的快乐，是不是越需要越配做自己？太有想法有人扮演，但努力你和别人也有最害怕被谁标签而活成那标配，不冒险的人生是否太危险？让我看你的手好吗，全场的各位。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一切，我只需要一次机会和自己一遍，我相信即使不完美 Rock and be a star，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一切，只要一生一次机会为自己爱一遍，我相信即使不完美 Rock and be a star， 每个刹那眼泪总会都梦有多相信即使不完美 Rock and be a star， 每个刹那眼泪总会都梦有多珍贵，你别怕流下眼泪，当你眼中闪耀着光辉。我要介绍一下八三幺团员们，让每一个团员来跟台下各位打个招呼好吗？首先为大家介绍团长 keyboard 手小军。
Hello， 华联的各位，大家好，我是 Keyboard 手小菊。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啊！我们刚才后面讨论到说，我们几乎每一年的花莲夏令营嘉年华，我们都八乡都有荣幸参与这个盛典。谢谢花莲，谢谢。那难得在这个夏天、这个暑假，那此时此刻，我们还可以相聚在这边。那希望这段时间大家可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吗？然后相信接下来这个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那希望8月20号、8月21号，我们可以在台北小巨蛋看到大家，好吗？然后我记得看演唱会，我是希望大家全场都可以站着跟我们一起嗨到最后的。那我希望等一下全场跟我们一起跳到最后，好吗 ？OK， 接下来介绍我们花莲在地的贝斯手霸天。大家好，我是霸天。很开心，每年都是因为花莲夏令嘉年华，所以我才能回到花莲表演。我看到后面好多朋友，嘿，后面的朋友，你们今天是来观赏的吗？还是来参加演唱会的？参加演唱会要一起跳，好不好啊？很好，很好。那今天就一起嗨到最后，好吗？谢谢大家，介绍我们的鼓手阿颠。欢迎朋友，大家好！哇，太嗨，太嗨了。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有来嘛，所以我就一直很怀念这里。因为每次来这边啊，就是可以看到花莲的大家，然后还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东西，尤其是大家是非常嗨，对不对？耶、yeah ！然后今天好像是我们最后一天演出嘛，然后我们又是最后一个演出，好像跟上次是一样的状态，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花莲可以给我们这么多次的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谢谢你们！介绍我们吉他手刘斌，花莲的朋友，真的非常开心再来到这边，因为我家人也在花莲，所以说我非常珍惜每次来到花莲的机会，而且花莲很热，而且我相信等一下快歌一下的时候大家会更热，对吗？接下来都是嗨歌，我刚刚在后台看到大家听到舞曲都是站起来跳的，那我们等一下唱的时候你们也该站起来吧。没错，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嗨到最后。介绍我们的主唱阿普。好，大家好，我是主唱阿普。哎，我们想要跟大家来一个大合照，好吗？我们来跟台下的各位来一个大合照，全场的各位，来来来来来，把手都举起来好不好？我数到3的时候，来喽，准备好了吗？来，下面的朋友们 ，1、2、3，Come on！我们再一张好吗？再一张哦，再一张哦，再一张。来喽 ，1、2、3，Come on！ 谢谢。非常感谢花莲夏令。我们刚刚在车子上的时候还在讨论，其实我们大概从我们成团发第一张专辑没多久，就来到这边演出给花莲的朋友们看。该不会已经有人已经有看了大概10年左右了吧？哦，真的有啊？哎，有吗？哎，应该有，应该有。有花莲的朋友们，我们大概从2010年就来到花莲夏令的演出啊。其实很感谢县长还有创办人，每一年都让这么好的活动能够在花莲继续的延续下去。希望未来每一年，每一年的夏天，每一年的跨年，我们都可以在花莲见到大家，好吗？接下来是八三幺的最后两首歌，这两首歌都是快歌，我希望全场的各位一起站起来好吗？站起来 ，Come on！ 接下来这两首歌，跟我们一起跳到最后，来吧 ，Come on！ 来，要全场手举高，手举高，这首歌就是《Young Young》，Come on，Let's go！ 来，要拍手 ，Come on！来摇吧摇吧摇吧，快摇吧摇吧摇吧，快给我一颗最大胆的想法。来摇吧摇吧摇吧，快摇吧摇吧摇吧，准备好了吗？
荒唐，从情绪那时候解放，活得更漂亮，风穿不到我的嘴巴的成长，你是狂的狂浪，因为倒挂在海王，你要扬着沙片勇敢，不啰嗦不拉拉不拉哈哈，花也准备好了，来摇吧摇吧摇吧，要摇吧摇吧摇吧，快给我一个最大胆的想法，来摇吧摇吧摇吧，要摇吧摇吧摇吧，快给我用力抓着你的牙牙，来啪啪啪啪到啪啪，越想想想想到了天亮。把我现在不管是好是坏都被将你梦想变卖，从不需要任何理解定义我的歌来开心的吧，不管难耐如果然后该生活的自在，经历了一切跟重新你所有的过，这是我发生要我醒的 life， 来摇摆摇摆摇摆，送给花莲的你们，这首歌叫做《致青春》，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可吗？四的时候一起跳起来，1、2、3